1, 2, 3 你不用学我，我不用学你好。So it needs to be a TT eSports. Yes. 牌子是 TT eSports. 对。然后你们做什么？我们是做一些电竞的配备，像是你看，我现在有戴手套。手套。手套，那用耳机、滑鼠，还有键盘。你说安全帽吗？不是耳机。哦，耳机。 然后，手套是玩电动的手套。可以玩游戏的时候，星海的游戏，星海争霸。那边。之类的。然后，你们是信赖台湾，可是在美国已经很红，对不对？对，还蛮多人知道的。你自己会玩电动吗？我自己还蛮喜欢玩游戏的，因为我都会去后面玩。你玩什么？他们有一个打篮球的，我还蛮喜欢玩的，NBA 2K13的游戏。OK，谢谢。